钟掌柜就是半年前在长安看了百戏团的皮影，回来之后啊，我们就查反了死。我们家钟掌柜呢，总是被这些骗子的爱情故事所打动。戏演完了，他还一直拉着戏班子的人问：“女士怎么样才能活过来？”他好像分不清戏里还是戏外，就好像世上真的有女士这样的存在。林府。 马上就要离开蓬莱，夫人兰嫔，在这请你一同前往。你这心里明明惦记着她，为何还不愿见她？不管不顾的去追随一个人，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面对陌生的环境，不一定会有好的结局。我救不了任何人。